正大光明的，我们是开进去慢慢看。我要住在那边，我树林里头死了，还能死了都不在。怎么死都不知道。对。那你就是人品太差。人品就是。你的树林都死了，跟人品什么关系？他一直做人太失败了，他每天到我们旁边都做人太失败了。他还要特地来杀你。不一定啊，他如果知道，对啊，他一定。知道这一户人家，比如说有藏有什么需要来谋财害命，才会。本车会去。你确定？你就拿手机看看方向就知道了。好厉害，我问他不是就知道。他不是地图。